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到鹏哥他们这个露营基地这里来了啊，因为他们过年这段时间是轮流值班的啊，这几天呢都是胖哥在这上面守啊，但是他今天呢要去吃个酒，然后就叫我过来帮他值班。这会儿呢是早上10点多啊，我早早的就从家里面出发了啊，就怕他等一下赶不上饭点了啊。这会儿去看一下他在干嘛，这里那个卫生搞得还是挺干净的啊。Hello， 龙哥。Hello。你在咋？来早的，不应该有的。怕你赶不上饭点的嘛？多么早就出发了？十五六。哎呀，辛苦啥子嘛？你这天天安逸哦。隔三差五都要去吃下酒。没得法，是这样的。饭取那么多，但今天都必须要我去，也不去了几天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的，该你去了。今天都先看到什么？中午前的是没啥人，下午就比较喝茶的嘛，那下午才有人了。今天天巧。要得要得。你莫喝酒哦。莫喝酒。这个避免不了嘛。那你少喝点嘛，倒是忙了我一个人。OK， 那我吃完就早点回来嘛。我你把烧都准备好不？哎呀。这么好。看啊。这么。但是我想给你弄一下吧。我必须那个还是给你准备点啥子？那么客气是。今天给我卫生间嘛？我刚刚进来我都看了，是扫得好干净。哎，今天下午人些多。喝茶的啊，这两天天气好。主要是天气好。把那两天过得好了，初八初九过后的人都要上班了。他们哦，你们亲戚人都要来了，那还可以啊。咋子有人上班了？你也该把你的事情安排到行程上了来。这把15过的。还要等到15。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啊，你们都说胖哥这个牙齿不给他安，他自己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还记不记得到？我们说的是过了年过后，然后必须把这个身材管理起来了啊，然后必须要减下去之后，他说再给我安牙吧你。是啊，你自己保证了的130，你看你瘦了15斤，你就不动了你。现在差不多，现在过年又长了几斤了，又长了差不多8斤了。你好意思啊你？好了，哪个不长过年都要长。还是要控制啊。我觉得不，先试试看吃啥子吧。走，就怕我说你。在我现在练，我已经长好几斤嘛，长了10斤了。屁嘞！哈哈哪个不长我不相信。长肯定是要长嘛，天天。但是过年不长肉的话，就说明那个没什么朋友啊。每天没吃好的。特别是今年这个年啊。主要是口罩一放开，今年很多亲戚朋友都回来了啊。因为像去年的话，什么办酒啊也办不了啊，像今年的话就敞开了。哎，脚，这天看脚靠折腾我了。跑过来，场地太宽了啊！我们这里来回走，来回走啊，就是600米，相当于就是半公里啊。给我弄点啥子嘛？西瓜田，西瓜草，树上你不是有点油吗？然后再起草料在那儿，然后饭。饭也煮好过来。你莫吃多了，我一个人。还有肉，啊。这个嘛，腊肉。天嘞，一分一束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你。没有，还要吃点草嘛啊。好，要得，我先烧点开水，让他们来喝茶。要得，我先走了吧。好，要得。啊，待会儿见，你记得啊，酒。我晓得，对。那你自己找东西吃啊。好，要得。拜拜。走开。哎，胖哥去吃饭了，我先烧点开水准备好。下午有那些过来玩的朋友，他要喝茶，不然我一个人到时候搞不赢啊。过年这段时间呢，一直都是胖哥和亲属，就是他们另外一个股东，他们轮流在这里值班啊。这个年确实，胖哥还是比较辛苦，没有往年的那种潇洒啊。但是，我感觉这样也好啊，他可以少喝一点酒了啊。还有就是这个事情刚做起来嘛，反正起步阶段有点辛苦啊，我也希望他能坚持啊，就是做下去，把这个
理顺了就好了啊。好了，我把这个水烧好来，把这里收拾一下，基本上就可以弄我自己的午饭了啊。今天视频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拜拜朋友们啊，希望我们2023都越来越好啊。